大家好，是我刘。今天啊，快想天气冻完了，我在那边也买了点东西了，我在这边看一下啊，这边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舒服。啊，你好，是吧？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狐狸啊。哎，是狐狸。最近是狐狸，下半年是狐狸火的。哎，狐狸啊，这有点。哎，这个很好的，这个我的现在我不年的我的没有，下半年的我的好。哎，你说不年不行。哎，像天气一个我已经来可以。嗯。要不个老古董你说吧。古董啊，有些刚刚打开有那么大，有些钱还大。哎，对了，一点你有过。有些钱的就是拿着你看看看一下，出去好多钱去了啊。啊，对了，好了，你可以有的话都可以来拿来了啊，我们什么都收了。好好好，你这电话啊。喂，那你能切啊？能切，过去全部都湿的，我先把都湿掉。这个还可以是还混也把都白的。保收还是保收吧，这个可以的，等一下是对的啊。这个价格呢？这个有什么价格？价格啊？哎，这个啥哈？哎，有5000块钱价。有5000块钱？嗯。这个品相也不是太好嘞。有天的话，有的自己的看跟人跟手机给他看出来，意思也蛮贵啊。可现在那是怎么讲呢？都是这个一直品相会说好的，啊，可名的那是在3000、4000的时候，那是多少的？这个一个几百块钱一个，多少？过去选拔多百的，那是品相不是太好，有点品相好的话呢，多少？你一起买了5000块钱，那是多少？差也差不多。稍微一点了，优惠的了，给3000-4500的了。3000-4500，还可不可以了？3000-4500啊，有5000高的嘞，这个，能看你能收吗？要能够收的话，我要给你买去了，也价格优惠一点了。你给我4500，4500啊？嗯，4000块钱啊，4000块钱。那个呢，这个给你3000，这个要1000块钱，这个500块钱一个，这个要等于。4000元，4000元，4000元多的，这个的3000，这个1000元，这个好了，多的，我也好了，我也看见到宝贝也想收啊，所以呢要感谢啊，好，那切给你啊，收了啊，今天啊又到了一个。老板家里呢，又他说有2000的，都是，但是这个是，都是我也记不起来，应该是保收啊，保收这个还分多白的，还分面包多白的，这个四月黄家品相好的话才4000左右，3000多，但是这个一起的4200块钱，这个叫做3000，是这个应该是有，能够赚点钱的，有点利润的啊，都是这两个呢，就是品相好的话，这个我们都是卖在一个。1000多啊，还混全过去元宝，过去元宝都是的，品相好的会说的收，比那个还混都是的肯定是要收的啊。那这个品相还是一般，还可以，所以呢，这个4200块钱还是有工资的，有利润的啊。所以呢，就不是还是结实啊，结实，所以呢才有收获。今天是说有，还是有利润的啊。所以呢，要喜欢了，要进去关注，感谢大家啊。